静姐，哎，小薇，你来了。哎，静姐，我第一次参加家长会，等会儿都需要干什么？哦，就是做个学期末的总结，然后老师呢可能会分头跟家长们聊聊每个孩子的情况。哦，你别紧张，你们家糖豆那是学霸，你表扬还来不及呢。那就好。静姐，小薇。怎么样？你还做了个头发，够不够端庄，够不够优雅？你脖子落枕了？